屯初子，不过过多年唔知自屯客家嘅关系，你初到从乡客家属公子文化，苗栗山区博物馆发展消费用嘅四年嘅时间，对历史资料嘅熟悉，都设计起研发设计嘅产品，透过展览嘅方式来表现成果，而被民众欣赏无穷用嘅客家子文化。一下组织压佛塔，大家就听表弟头白客家佬做讲开封的时节，组织传统生意未动工，味道将客家传统生意数讲组织的文化再个展现出来。苗栗山区博物馆发展协会新年前同台富乡成立研究集体，经过安东人的研究过后，下一步的官方政策以内列的组织艺术品，大家都知道太开眼界。你啊，组织诶，跟诶诶，你只经验，嗰你只过程吼，对沙溪来讲，对印度来讲吼，也非常对文化来讲吼，迄只当诶，做嚟讲当澎湃嘅一种，用澎湃又神奇嘅一种，也系沟通，也系设计嘅沟通啊，样嘢。博物馆讲，其实指老汉人的关系同层，头摆汉人脱开封的时节，苏公子业同苗栗女神旗未同起，古所也拜特别请来老师傅，透过烧历史资料，老师傅的手艺，重新再个展现传统的苏公子业。老人家结合老人家讲古，按后生人是听人做，这样做出来是一神奇啦，一老年人嘿。虽然一下苏工组织压没落，不过官方还是希望将苏工组织树叶大量采光，用无破坏自然生态的方式，用菜梯田野垂钓，结合客户现推的苏工艺品，做出又特色又朴实的黑种组织艺术，每做一套自己文化都表现出客家文化。下个新闻由云诺苗栗报道。被初到从乡客家初子文化苗栗山区博物馆发展协会如结合地方休闲产业，用更加观光行销的方式推出苏公子 DIY， 并向前透过设计体验、组织的技术来达到传承的目的。优势空用投资中度，建立坚持避孕。本子中度的香味，源源皆分不透明的糖。古老神仙的纸浆，吸土壤的风，定期次盐的洗澡，朴实的客家厨子就完成了。老师傅讲，一条白太天黑做白牙用的银元纸，用一种方式做的苏公子，品质是每输人哦。也普通是去选做金元子的啦，金元子，你喺高级的金元子，轻好，你喊一百几位安尼先，安尼松松，吼，各位就看起来，安尼软软又当又肉，唔咩？人家普通你啊，社会种的体育类的，也系讲，老旧的座位吼，大概就僵硬僵硬。老师傅讲，苏工组织的过程很麻烦。是讲用做的来做，而老做的精做自强，差不多要花两三日的时间。你去看来看做得，冲掉是，蛮好跟个啦，蛮好，蛮面的，而做资产做蛮的啦，这个金税差不多金价有半个月也多一个月哈，就差不多就面的。用来推广客家厨子文化的苗栗山区博物馆，其实头摆是斯坦乡的村史博物馆。不过因为经费唔拉，无办法持续嘅发挥，初生无办法经营，就会用民间单位嘅身份，各一摆出发，希望用休闲观光结合传统生意嘅模式，以传承客家技艺，继续来打拼。下个新闻由诺美丽报道。继续来看。